Oh ja, wir können jetzt. Wir meinen es. Ah ja, ja, wir. Naja, da kann ich vorstellen, gell? Das ist die da nur sein Kühler. Ja, wie ist das? Ja, ich brauche kein Wohl, wir waschen mal. Weil ich will, brauche kein Wohl, wir waschen mal. Ich will das in Tübingen da. 如果有人觉得有问题，在这边跟我讲。好啦，其实我不知道上次玩两张，其实不知道他两张能玩多久，希望可以快点解决掉这个游戏。好啦，不要再等我了。 上次是第二章结束吧？哎，第三章，这游戏的推荐是，就标准游玩时数是多久来着？8小时吗？我在想一下，我们上礼拜，对，上礼拜，哦，对，爆炸，嗯。 拉米亚可爱，活泼，很新警报站，看起来可以直接出去。好，有新讯息，虽然已经过了一年，龙脉指定法，请您帮忙。 红楼专案，嗯，看起来你们这一年混得蛮开心的啦，你们这不是混得挺开心的吗？ 哦，就跟那个机器人车司机的执照一样嘛，更清楚。聊什么了吗？没什么有趣的讯息。疯了吧你们！快回去鬼方伏击！ 来了，补给，补给 ，Go！ 嗯，确实是需要补给的，加油的部分。突然进入了怀念，回忆。 看吧，我就说那个东西肯定不是龙的声音。话说师傅怎么长得有点像拉米亚？啊，哎，体重。 哎，真的、哦。 我以为我们是来补给的，原来不是吗？真不错，他们的资料看起来都是数位化的，可以啊。
上次办过了，不吧？哎呀！推掉，都推掉。喉咙不好，退掉。除非你没有进入念慈庵。对啊，才过1年吧。可以干嘛？我可以去哪里？这里是哪里？拉米亚在哪里？我的画面是不是又卡住了？你是认定这人看着对吧？你也觉得他的视线很可怕，对不对？凶巴巴的，不知道在干嘛。安安，我现在正在想我要干嘛。可以做的事情，哦，有了有了，是这样吗？现在是谁？老师傅，我找龙脉。对，她是女的，她是女的，我真是我放原班就是有时候超这个。对吧？对吧？不是只有我会震惊，对不对？不是，医生是女的，真的假的？龙鸣声真的不像这个，这个游戏在刷新我的认知的三观。好嘞，想撩妹啊？哎，艾达，不要说你中毒。什么人不可怕？好像讲的好像罗素一人很丑一样。他只是外表上有点难想象是个女。那你真不入户了没有？干什么？不想回去啦？想跟妹子在一起啊？放心个屁呀、啊！好，那这里有啊，好。来吧，来吧，罗素，黑龙，关注了个没看过的名字。哦，好，现在进回忆了。
干嘛？也会唱。我好好好喜剧。所以他也是你师傅，但看起来你不是女巫，跟他学。哇，好了好了，这个游戏好久没有去。四五次吧，他们每个人都喜欢用后的，李默喜欢用后的，艾达喜欢用后的，拉米亚也喜欢用后的。就顾了，必然就顾了啦，呵呵。你看看这个赤裸裸的嫉妒，去你那边，男人难道比我好吗？你没有权限，自人装置。我的画面好像有卡住了。哦，有了。你俩就是这么用。啊，头痛！不要给我看这种东西。啊！我要找，发现我读容易读得很快。点下贴上，等我归过去，泰坦过来，拉米亚迟早会生气的。你也知道，干嘛啦？我就知道，赤裸裸的嫉妒。哎，一幕一下，干嘛？拉米亚找我。哦，快去啊！等一下，拉米亚刚发现什么？我很在意。拉米亚发现了什么？我很在意。妹子比较重要。
又结束。有人想要，有人想绕跑哎、欸。还、啊、有没有要补油啦？油要没了啦！哪里挖土挖的？脸部看起来觉得不像女的、啊。会听到丢。是你的、哦。呀、yeah.。你俩关系这么不错吗？还会写，还会互写信。你是我妈吗？反正。反正你是我妈你啦。快救你！对，标题是怎么来的？然后。
想早点读。啊，那就靠腰，在这边。有挖起来发大财，好的，好的，好的。没有了。看我有够抓紧的，种花不好吗？种花，你这不是很像他吗？送给医生的照片。上阿拉比亚，给敲。新伊朗花卉带过来。在哪里啊？来，又不是我不想去，系统不让我去啊。
真的是你啊。恋情。船队专访特辑。如果不是你，男人都是骗子。我找你抱怨不是要听你晒恩爱呢。你还是直线吧。哇！成功门槛低，哎呀，差一点。这么太近，感觉会被杀掉哎。别乱讲话。团队跨虎三个人。他闭嘴。随便啦，关门，放狗。
不知道威逼利又不错用诶。加油！哦，有。那我不知道可以买多少个。哎呀，错了吗？是对的，少了通讯录。血肉，有个男人跑了，可以各付各的吧？看真的是恶男哎、欸。对啊，是女人，我也很震惊，好不好？震惊的不是只有你，我也很震惊。去哪里啊？他要玩错是不是？算了。算了，这个先看。好像过不去，啊，麻烦了。好，倒是很会，可以啦，没地方，没地方加油的话也挺麻烦。
没有这种方法，要下拜。哦，卡住了。怪不得比我更好。啊，好吧。很感谢你的协助。眼睛没有很尖呐、啊，看来是没有嘞、欸。啊，这不是有吗？哎呦，哈哈哈哈哈！所以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那啥？干，你不要拿他的脸设飞镖哦！可以一直玩吗？不喜欢这一段。真的是。有人在立旗子。小妹，她叫什么名字啊？
完了，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哎、欸。到啊！我刚刚又没有看，哦，零三哦。看不懂。好呀。这是一句无所谓。看见像拐骗小孩的现场了，干嘛啦？这有病要治哎、欸！哎、欸，你这有病要治啊！我当你大哥怎么样？是女的哎、欸。事情不会那么顺利的，是
这边没信号吗？没有。啊！你们这什么破车？我要没了啦！这是。看病，哎呀，他在哪？可以一直这样补给，好爽！慢。应该是没有了。什么东西会用到那个吗？脉冲杀手，杀手的这个吗？这东西都没挖到哎。啊，麻烦！试试看呗。哎呀，就差一点点。好耶！这啥笑？这金属板要多少？啊，不够。啊，不嘞。尽量，苦苦去尽量。
奸情。死人了。在家族，金发，哼，哦，好诶，希望我的零钱很够用。哦，不够用，不够，改装不够用。当然是因为我们到这边了。这个太多，中间那个有拒绝是什么啊？刚刚开始就没有消掉。那不能消掉吗？狮子的声音，蟹老最爱在中间呢。上工，可以拿吗？没有，那就先去另外一边试试看。啊，又卡住了，这样就可以了。糟了，挖石头。挖石油，嗯，哎呦，没空的慢慢上。
那边有空慢慢读的。哒哒哒哒，这是什么？啊，看起来可以卖钱，抱歉了。伤感时间，可是赚钱也很重要。不管是原始还是非原始啊？你跟我讲这个有时间限制，好呀，这不行。没有路吗？有。希望可以这样直接绕我们那边去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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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多龙鸣要听？能不能？这什么？希望我是普通的绕一圈回到门口了。啊，好险！抱歉，这个没有时间限制。要是有时间限制，我应该不忙。真是他妈天才！什么？刚刚不是还有300多秒？啊！
天地战争是什么？听起来有个中二的东西啊。买了东西就捡。有。那个花。该先捡这个花的啊，讲人话，不懂，看不懂，讲人话。没捡到花，不对，哎呦，少捡一朵花。我不觉得翻译居如会有用诶。哦，出事了，这肯定出事了，慢着。啦，感觉拉米要挂了耶！我就知道，呀，孝顺的儿子来救老妈了耶！在哪里墨？你这儿子挺孝顺的，出了事还会来救妈呢。哎呀！吵架了。
吵架，吵架。生气了。嗯，重要的东西。好，记了，现在我们得当记者了。定的吗？那边不好去。理发师。不行啊，一定得去，没有别的路可以选。啊，这个垃圾游戏。成就解除。运气很够的。怕会出事，不要乱动。哎呀！你们可以继续扫啊，没关系啊，不用管我啊。可以，这很官僚。好像是你哦。
看。咋想？好了，不要一直提醒我，又挡住了。没见到。还得捡到一堆奇怪的东西，真麻烦。啊，滚过啦！挣钱了。上啊！赞啦，但公园就是赚得多。赞啦。我也这么觉得。其实玩这个游戏很难讲，不太有什么话可以讲。就感觉就看他玩就好了，才卖100块，乐色，我缺钱再说。等一下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先看一眼。6个感应器，4个处理器。我28个处理器跟8全够吗？啊，好穷啊！我挡住了。然后找到通讯模式，麻烦。哎呀，
次新闻而已，不重要，跳过。啊，行吧。刚刚应该要加点音乐。可以啦，稳固。刚刚有买那些东西，对的。混蛋。写啦。阿布，刚刚有狠下心来整修的队友，吵架，打架。房间花的多、啊，小妹妹闹矛盾啊。同方女巫回忆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不要这样啦，人家在城中生活呢，多一点情有可原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按呢？方白，懂了，这就是游戏开始的时候满地的那个花，对不对？哎呀，拜拜。啊，不懂的。
每个人每句话都在力气。滚啦，去睡觉啦。没事啦，我可以啦。蹦蹦蹦蹦蹦，那大家就死光。哎呀，赞啦！哎呀！你赔了。能看看吗？这游戏没有了会怎么样啊？应该可以探索吧？这啥？马赛姆这种怎么是可以补给？下一个。呀，死神看起来就不是好人呐、啊！被骗过一次之后，感觉就不是好人，我不会再相信任何水豚了。啊，这里没地方。要回忆了，我们要找地方加油啊！啊，可以探索，赞啦！对，不是这样，完了，这里没有东西可以补给。完了，
这样子就可以失败。要没油了。这边看起来就不会有了。挖不到什么油了，就完蛋了。完了。要没有了，这个不能赌。很快变成完全体了。稳了。要补给，没钱儿。
哎呀，你知道吗？全部都按过一遍就对了。我都按过一顿。哦，这音乐赞。哦。咋？不知道要玩，我没听说要玩弹幕游戏。我以为对话的时候会停下来，你不可以这样啦。以为他对话的时候会停下来啊！怎么又是480？大葵的事，他应该已经变成宇宙垃圾了吧？我想，现在距离上一段已经过了一年，所以我想应该已经是个合格宇宙垃圾了才对。不行，好吧。我以为那个可以启动。等呢？等等等等，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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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不是啦，位置不一样啊，我的画面又卡住了。
不用担心，那里面没有大鬼的尸体，应该啦。外面看起来不行。哎呀！哦，讲人话，讲人话，阿贵，我看不懂。要不，我觉得会晕。这视角应该不会维持太久吧，不然的话会晕。哦，好，没事。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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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嗯。要的，要的，要的，要。这可以吗？下一个，按错。Nice。现在看到黑屏都怕怕的。OK， 没事。
新一，赚钱。视角突然变得很壮大的样子。发大财，赚几钱。哦，突然变成这个视角。哦，能不收集个农民是吗？果然是有要收集吗？上面就是沙雕，对呀，喂，哦，哦，这不就是导弹吗？讲重点。看来拉米亚要死了。这游戏是这么玩的吗？你买给我说，我可没听过这游戏要玩弹，不要玩弹幕游戏的。那你买了什么游戏给我啊？可没听你说我要玩弹幕游戏的。啊，躲不了。擅长玩，我不擅长玩弹幕游戏啊！不要慌啊！发布啦！
看来拉米亚要死了，很显然一张会死一个人，拉米亚就是这一张要死的。凶我也没用啊！这个嫉妒啊！我就想看拉米亚哭的瞬间，我跟斑鸠应该会是好朋友。香香。香哦！阿娇的心房里面破掉，然后凤凰崩溃大哭的声音最棒的，我的心里也挺扭曲的。哇哦！那恐龙也不能想办法啊！练习空，你是不会懂的。阿鬼讲人话，旁边有路吗？也没有，他不让我左右走。想刚刚我有把之前的东西都先建完，大概没人在里面吧，就是。我读五个汉八嘎，等一下救到里沃之后，拉米亚就会出事。打到最后，拉米亚来不及等到了，艾达赶紧去救，找他，跟你赌一个汉巴嘎，就是这样。
为什么突然开始闪走马灯呢、啊？要死明明不是你啊！不要在人家跑到一半，哎呦！哎，你知道吗？这个黄马灯就表示师傅死定了呢，死透了才会有这个走马灯。哎呀，我感觉师傅死透了呢。感觉师傅死透了呢。选择用 ASD 移动。他要求很多哎，要求很多哎。他小王怎么共鸣啊？这种时候还要撩妹，你活该！这不是我救灾模拟器吗？我是被救的那个、欸。我的画面卡住了。可以一直挖吗？达米亚跟李默，你只能选一个。你要男朋友还是要妹妹？这边应该是一个感人的情景，可
就对不起，因为第一张就是老 Coco 的礼物，所以我知道礼物不会挂在这边，所以我一点悲伤的感觉都涌不上来。抱歉，抱歉。啊，你看他还记得大奎。你知道，我每次开游戏，然后我都会看到那个礼物石在那边瞪我。我实在很能在这个情景下，然后产生出“我看礼物要死，好可怜的姑姑”的那种感觉，办不到啦。我反而觉得拉米亚要死了。过早知道故事的结局，就变成这个样子，完全没有办法产生半点悲伤的感觉。啊，有可能只是你知道的，我没心没肺啦。没死，傲娇恐怖瞬间，多看几眼这个喜剧。后来我就没心没肺啦，怎样啦？多看几眼那个哭哭脸，啊！谁知道？或许拉米亚挂之前，我会觉得哀伤啊。你这拉米亚会挂啦？在哪里握？是你那孝顺的儿子。哎、欸，我闹鬼了，没想到是你们。不知道，现在白牙是李牧那乖孝顺的乖儿子。驾照要吊销喽。比起某个要服役五年的人，你不觉得比较轻吗？阿米亚就傲娇小孩子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怪了，你的同伴好像不是很喜欢你。Thank you.
哎，不是大哥，其实我满脑子只想着撩妹呀。干还想偷把我姐，滚啦！胡子没有问题啊。因为母子就有问题吗？没有啊。干鸡大大，你是我妈你啦！呀，大奎，好久不见了！当宇宙垃圾的生活开心吗？不要，我牛。做牛呀！对，在说话就对了。想跟你妈吃饭，不会去坟墓旁边陪她吃啊？吃完可以顺便烧掉。赞啊！我喜欢这招。在动吗？我现在会怕呢。我上头有怕在动。吓好多。这感觉就不妙呢。工伤不重要。你看这个怎么看都是我妈，都是妈。对啦，我妈，对对对，副业生活很棒啊，对对对。懒得卸了。等一下。等一下，大哥你不装了耶！
你说你还是动物吧？我约会，好啊，你还是动物吧？也是，有我们见过了，他就是委托人。呀，笑过头了，我的脸不会动了。这就很吵了。这个更，这下尴尬了。啊，等一下，我们的，是这样的，我们会来跑这个委托，是因为有个什么什么总，三小总理室的，就是这个城的那个总理室，然后叫我们去帮他。然后那个总理室的名字跟斑鸠的名字一模一样，对，那个怎么看都是，就是说，拉米亚掉到我不是开玩笑的公司，不是，不但是个恶男，而且还是个很有钱的恶男。所以你们带了啥？谁呀、掉到不是开玩笑的人，是超级大物人。这个圣旨没过，这个 send check 没过啊！等一下哦，找一下。对，委托人就是那个谁，委托人就是那个斑鸠。看，不管看你都觉得真的很。不管看你都觉得这家伙不是开玩笑，这恶男都不是开玩笑的。
超级恶男，不然看你是觉得超级恶男的。黑洞。我惹的麻烦是有你多腻啦，没有。我看你都超热，真的很热。哎呀，被游戏卡住了。最近很呛哦，亲爱的艾达，你最近嘴巴有点呛。最近讲话越来越像艾达，这电脑太猛了吧！希望有点太空垃圾可以捡，黑洞还真的死掉。就有今天的咖啡不是很好喝，可怜那约翰大概死了吧。这是啥？好像有什么东西出来的，开玩笑的。感觉你跟阿翔一样会打屁哦，你也是个屁话王啊。有了。我要怎么回去啊？他两个记录，你感觉到约翰也是个不输阿翔的屁话哦。撞到头了。嗨，给你。好热啊。本月密码提示。
地方可以过去的吧。对，那这边好像在上面。希望可以至少玩到一个断点。还有什么可以捡一捡的？感觉这边也是绕久了会痛。电视只有一个频道会要人的，只有一个频道确实很糟糕，我懂。在这边待太久，感觉我的头会晕。下辈我不知道哎。我不能直接猜吗？反正我已经知道前两位了。嗨安，你现在看到一个不想三连晕，所以正在暴力破解兵的密码的人，是吧？我也这么觉得。哈哈，既然不是叫我们一到十选啊，那就好办多了。这傻笑。
陨石撞地球。这个才叫鲁尼嘛，跟前面那些比起来，看你这个死恶男，你也是恶男。那时候只记得你抱着我，看你这个死恶男，没救了。那个拉米亚，你还记得你要去跟？呵呵，呵呵。现在就想娶我了，第三章结束了耶。剩半小时，还要继续吗？先看一下讯息。我这次不可能比我先走了。看吧，你看，我就说是儿子吧，所以就说是儿子吧。看你就是我好不舍的。细看你这家伙混的挺不错的，怎么办呢？再来继续吧。老实讲吧，我在想，尔南现在应该心心念念在等拉米亚跟他约会，但我总觉得拉米亚活不过第十章。总觉得斑鸠没机会等到拉米亚了，斑鸠。远吧，够。这一个四，
你俩一直狂立死期。叫师傅，我们回家。今天师傅，我们去看你家的花海。这叫做历史期，就是这个样子才会死。又要玩弹幕游戏了。还真的，大小，那个根本躲不掉啊！阿布那个根本躲不掉。啊啊啊！这个就是我的错了。还记得要跟他约会啊？等一下哦，去开个灯。如果我的画面没在动了，你们记得要跟我讲。哎呀，拉米亚感觉要死在这儿。真的，这不是垮了吗？
随便啦，先进去再说。是哟，发大财！他不就电梯？我们是来找食，我们是来找皮的吗？放心啦，我知道他一定回得去的。想偷撩妹呢？真的，这个用说的。看古伟来了，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内心毫无波动。不能跑吗？什么？不太……啊？没事。音乐变得沉重了，吓我一跳，突然换了前进的方向。懂了，是类似秦始皇陵的蛙哥呢，这样它会飘来飘去合理的啊。这不就是那个吗？超大型宇宙垃圾，就跟大哭一样。既然大哥已经是宇宙垃圾了，那么那个沙小后土已经是宇宙垃圾也不奇怪吧。
下一个那边我还有一个法克，我记得。是啊，按那个师傅嘞，看不到啦。可要是我要操控艾达度。对，没错。没有别的话可以讲了吗？阿贵讲的话。该不会是你师傅吧？看起来就是你师傅哎。是哪门子的雕像啊？还慢慢走啊，想被淹呐、啊！那你们两个是走到哪炸到哪哎、欸？谢罗拉米亚。谢罗拉米亚，哦，真的假的？哦，那你有？
那你们又要炸？看你们那是炸弹客二人组，不是你们炸第几个能耐啊？这个游戏应该叫炸弹客人是吧？你俩都没遇事不决就炸人脉。到啦。你们真的很喜欢爆，动不动就炸了。完了，我现在对这游戏的印象就是两个炸弹客走到哪炸到哪。但真的。炸弹客传说，第四个，啊，快点啦！
大龙脉二人组，这样真的不好，各位小朋友千万不要总要拿炸到哪，你们银海人就是这样探坑的。没事啊，你我不会死啊，会死的是你啊。存档点。他生气。我们都看过未来了，知道他不会死，所以对无敌信心没错。等等，怎么还有个白龙？真的，再次感谢这个游戏没有语音，不然我的耳朵一定会聋掉。半白龙是在哪里？也没看到。我也觉得他会脑，他有脑充的。但你看，我们快没油了。哎呀哎呀！
好啦，不要催啦，我在做了啦。电火器在那儿吗？有后来，那就表示。这船一定会被我给炸。为什么上面又烧了？我注意到了，可是先把这边处理掉。先弄到一个断点，哎呀，拉米，看来拉米也要挂了。我去，我怎么动？也时间差不多了，我想除了我的配信快，我的时间快到六点钟，应该还有一个拉米亚的时期要到了。我应该觉得很感伤的，我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救救我！
大米要死了吧？所以结尾那个就是白龙吗？求婚。看来有人在交代遗言喽。哎，我觉得有人正在交代遗言。哎呀！不过死的不是拉米亚。哇，我还以为艾达可以活到第五章，结果是艾达死的。而且拉米亚看起来也死不久了。还在力气的。第四章结束了，刚好。第四章比我想的要短一点，半小时就结束了。有办法一次结束吗？干，对不起，我没心没肝没肺，完全没有任何哭的感觉。好惨！我觉得制作者应该觉得很失望，一个没心没肝没肺的家伙玩他们的游戏。在拉米亚呢？不是，拉米亚跟斑鸠。笑死，最后还是分手了。
哎呀，所以拉米亚最后也是回银海。所以李默最后娶了拉米亚吗？竟然有特别讲到拉米亚妈妈。啊，所以这里就是白龙，好像可以直接结束，我们把剧情给结束掉吧。Hello。眼光完全连一点的税都没有，糟了，没心没肺就是这么一回事吧？被当别人的啥？拉米亚的骨灰吗？应该不用，看起来快结束了。懂了，你们三个人都在起哄在做什么事？这就是红楼了吧？大概啦。反农药，嗯，这就是红楼了呢。睡觉，快睡觉。那就是大麻。阿鬼讲人话，
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要叫你酝酿情绪，所以我正在努力的试着酝酿情绪。但我眼睛还连半点睡都没有，救我！哎呀，是实体的。都6年了还没烂，宇宙真是神奇啊！哎呀，结果在身上。所以那就是师傅的声音，对吧？我正在想，我是不是唯一一个玩到这边，然后完全没有半点心理感情的人？完了，真低没心没肺。你的拐杖呢？大哥，你的拐杖呢？你就想把拐杖给丢了？那你刚刚伸出拐杖都干啥了？你们的跑马灯全部都是死亡弗雷格哎！谁来嘞？
有云耶。我是不是应该掉个几滴眼泪？嗯，不得不说，画面确实挺漂亮的。所以中间这艘船才是红楼，刚刚那个是师傅的船，所以刚刚李默一屁股坐在师傅的尸体。哦哦，糟了，糟了，我现在一想到李默一屁股坐在师傅的尸体上面，我就很想笑，完了，我简直是专业毁气氛。看一下能不能把画面挂着，然后我们切到杂谈来讲个感想，这样。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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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先暂停。那也不用，媒体来源有直接进行好像就可以了，可以继续放，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嗯，我觉得这是个好故事啦。嗯，先不提我狼心铁肺，我没心没肺那个部分。就可能因为他一开始就从就他走倒叙法的关系，所以就变成说我知道李默绝对不会挂，所以就变成说刚刚有一段是李默有点生死交关的状态，可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未来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我一点都没有任何他会啊要死糟糕他已经交代遗言了我应该要伤心，我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对不起啦，作者可能没有想到会有玩家能写到那个程度。啊，其实我觉得很不错啦，就刚好这个游戏不太适合没心没肺的我，可能试试来玩的话节目效果会好一点吧，我觉得他应该比我感性一点。不过美术很好看，拉尼亚很萌，我给你满分，可惜最后拉米亚的还是没有跟金龟续走，最后还是跟斑鸠分手了嘛。哎呀，所以公式 CP 是李默拉米亚吗？好啦，也六点多，6点快6点半了。想说终章应该也不久，所以就顺便把终章也玩完了。是个好游戏啊，我等一下应该会去给个好评啦。他们只可惜遇到了一个没心没肺没肝的玩家，看了最后一看了应该要催泪部分，完全没有办法催泪的感觉。啊，不是啦，我不是投票啦。我不是那个意思啦。算了，没关系，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没关系。如果游戏的声音太大，会要跟我讲，虽然有点晚了，有点晚了，但是如果游戏的声音太大，要跟我讲。
这音乐真不错，我等听完再观察，先提前说个拜拜。我看一下，今天有在聊天室的人也不多。小说拜拜，宋明拜拜，思思拜拜，静拜拜。对不起啊，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结尾的声音会这么大。没想到结尾声音这么大，对。等一下，我应该会打开我的 Steam， 然后去按个好评，这样。这个很不错的游戏啊，叙事手法，不过有些小缺点，像是星际那边，我被迫我一定要停在某个地方，然后消耗我多余的燃料，然后我才可以到下一个地方去，这点我觉得不太好。其他地方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对，唯一的缺点就是玩家太没心没肺了，完全没有让人想要哭的感觉。我的眼眶可能我现在要去买个眼药水来滴一下，假装我有哭这样。好啦，如果对这个类型的游戏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玩啦。我想这一座我都没哭了，买前三座我应该也不会哭。所以我应该不会玩前面几座。你可以问思思，可以问问看思思有没有想玩啊？好啦，那就先这样，对，再进行这个。好呀，我妈打电话给我，打了。